ポケモンゲットだぜ。封城，它其实某个程度上，它讲的是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的一个故事。然后他们一个乡下的小孩去到台北去打工，但是我们这一段只有前面很单纯的恋恋，就是因为我自己也是那一种，比如说我在90年代末的在缅甸的生活，很像台湾的60年代，所以我才想说用这样子一个生活状态来讲阿远跟这个阿云的爱情。有啊，就是蛮有趣的，就是走到一个定点要配合机器，就是分散啊集合这样。对，然后再加上我刚才看那个机器，才发现哦，原来呈现效果那么有趣。对，因为我其实还不太知道呈现效果会怎样，所以刚才看完那个里面是导演版的，他就是照导走的。对，就是效果很好。对，就是看我跟可惜这个版本用完会是什么样子。那个看起来非常非常有立体感，而且因为导演因为它360度，所以我们的侧面或背面都会被看得到，所以在表演的时候就会特别注意是全身的。如果是广告，可能他如果拍你这边，可能就会是这个面向，所以是非常有趣的体验。有问题吗？哎，来吧。阿东有恭喜一下哈林哥吧？哦，没有哎，不是，因为我没有他联络方式，基本上对，所以。就是有透过爸爸了，对对对。